是专为儿童设计的启蒙机，达意三 D 猎鹰特别推出高安全设计，操作起来相当的简单，也很轻巧简便，可以让老师和同学们使用时不用担心学生们的操作安全，家长也可以安心的让孩子从小来培养他的创客精神以及能力。这是 Q Pinter 可爱机。继续呢，要来介绍的是达意公司提供的小企鹅720度全景相机，它搭载了双镜头360度以及210度全景鱼眼镜头，在拍摄的当下呢，你可以直接透过手机就来分享到你的社群网站，让它拥有独家 APP 的预览模式，让摄影更加的有乐趣。那在我们高雄资讯院呢，特别做年终大回馈，现场价只要3990元，再加赠脚架一起哦，数量有限，所以大家要抢要快。这是小企鹅720度全景相机。继续呢，要介绍的是由延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GoSafe S780 夜视双镜头行车记录器。这一台行车记录器呢，内建顶级的 Sony Starbiz， 配备了 F1.5 超大光圈高感光元件夜视强化版，也就是说呢，即便你在极低光源的环境下拍摄，它还是可以拍摄出清楚的影像细节。这是 GoSafe S780 夜视双镜头行车记录器。介绍的是11月底新上市的商品，就是胖胖熊提供的新猫系列亲子着色书，它可以透过 AR 以及 VR 的实际技术，让着色本的人物还有 3D 立体的动画方式呈现，可以让学习跟科技完美结合。那另外呢，它也有各种的配乐音效，可以跟动画人物一起来拍照，让亲子学习更加的生动有趣。这是新猫系列亲子着色书。以上呢，就是我们美丽的 Fashion Girl 为大家展示这一季最新又最夯的3C 亮品。我们是不是再次给我们的 Fashion Girl 热烈的掌声？谢谢，带来精彩的科技亮品秀，也欢迎大家待会呢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